你知道吗？这家族这么大，只有妈妈把我当成她自己亲生的小孩。如果她走了，那我……Sorry, Mommy. 自从我被我爸丢在一个孤儿院门口，就只有妈咪，她是最爱我的人。如果她走的话，就只剩我自己。不会不会，你还有我。还有盛望院长，不够，不够！对我来说，这都不够。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一直留在我身边。季春，听我说。随便在别人的身上寻求慰藉。如果你想利用我对你的关心，那我很同情你。我知道我太冲动，可是我一点都不感到抱歉，因为你不是别人，你是林晓。当我被丢弃在孤儿院门口，无助。难过的时候，给我依靠的林小璐，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相依为命的日子，所以你才根本能破坏他。原来他们有这样子过去，我完全明白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们曾经都是被丢弃的孩子，所以当我们遇见愿意爱我们的人。我们就不会放开手，因为我们有多害怕失去的痛。但你也不可以自私的完全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因为在乎，所以你应该更清楚，我没有利用你，我爱你是真的。我难过也是真的。妈咪要走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我至少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。这次回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你。知道，我现在是没有宋吉雄了。除了友情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啊！我不需要同情，我也不需要友情。我要的是爱情，我要你在我身边，要你在我身边。宋吉雄，他什么东西？他能给你，我能给你十倍，甚至于百倍。不是谁给的多或谁给的少，就是衡量爱情的标准。重要的是，你能够为对方付出多少。生命给了我们灵魂，可是没有教我们该怎么走。所以在情感的路上，两个人必须风雨同舟，因为爱情是一种遇见，不能等待。也没有准备，我和宋杰修就是这么存在着，你明白吗？
林小柔，谢谢你。我看你的会议先取消好了，你现在需要冷静一下。我从来没有后悔重新遇见你，因为你永远都是我最重视、最关心的朋友。曾经说过，在你喜欢的人眼里，可以看到最真实、最美好的自己。今天我看到了，你可以否定我爱你的方式，但你不能否定我爱你的心情。